朋友嘞，我也没有很多。来过年过节啊，圣诞节啦，新年啊，countdown 啊，我通常都是一个人在家。就是过了这个 NOC 的东西啊，我95%的朋友全部都没有跟我讲话了，啊，就剩下来的都是在这里了啊，真的，真的，真的，他这样现实啊，很现实，很现实，真的很多人没有跟我讲话。欢迎收看我们第一集的你 OK 吗？我是麦果，你看我身边的几位应该很熟悉，尤其是这位哦，每次上去节目都是去哭啊，讲离婚的、啊，哭一次而已，你讲到很多次这样。说周末你要来我们的 podcast 啊？我也不懂哎，我怀疑是不是很好了，但是啊、John 就邀请我们啊、一起做这个节目。这位哦不得了哦，不得了，你们看那个天天番茄，天天番茄，天天番茄啊，你应该有看过这个笑耶。啊，所以你不是做英文的吗？你要来讲我们的饭碗的、啊。我就是要做一个华语的 podcast，、可是我问我的 team 没有半个可以、我自己也是不可以、所以我就找你们、很 interesting 的人啊，这就是我们 double up 的我的伙伴啊、我是一姐 Charlene 爱仔爱 Steady， OK， 我一定要来这边的，为什么呢？因为都是网红，你们就缺了一个明星啊，对 对， 对， 对，不然呢，你们这种素质不在，对对对对，而且是我们最美的，对，好，说我们这个你 OK 吗？这个节目我们要来聊什么？我们什么都聊，我们时事啊，感情啊，我们天天生活的东西我们都会聊。OK， 来第一集我们要讨论哈，你觉得你的人生失败吗？哇哦！在我们讨论之前，我们先来研究什么是失败。失败哈，在那个字典里面的意思就是你头脑 jam 一下，失败哈，失败哈，在那个字典里面的意思就是。你放一个目标，然后你没有达到那个目标、那个就是失败。所以哦，想问各位，你觉得你的人生失败吗？失败。哦，你这样很快，这样我们不用快，这样我们不用录了嘞。OK， 我觉得我的人生是蛮失败的。OK， 我们要来挖洞啊，研究一下，研究一下啊。OK， 为什么？他做人赌蓝哦，讲自己失败、啊。不会，我不会赌蓝，我没有你做，人家赌蓝，人家赌蓝。因为我已经接受我的情况了。OK， 所以我今年35岁。OK， 为什么要讲年龄？没有，因为我要讲。你不要讲，不用讲。OK， 在这边。我今年35岁 ，OK， 我的事业 is 刚刚开始而已。我的 previous company 已经失败了 ，OK， 你们可能会从外表看到好像有一个 legacy 还是成就感，但是我觉得 it failed 了、就是失败了。朋友呢，我也没有很多。来过年过节啊、圣诞节啦，新年啊 ，countdown 啊，我通常都是一个人在家啊，还是我跟我女朋友？真的我没有朋友。你不是每次载人家回家？其实我也是这样的。没有，你看我载人家回家是我的同事，我的同事不一样，因为我女朋友还很年轻，很多东西我不想跟她讲，因为我不要她担心，我也不要我回家看到她伤心，所以我没有一个诉苦的朋友了。OK， 啊、钱呢？我的律师费花了很多，所以还完了没有啊？也啊，还完了没有？啊、还在还呢、还在还呢。身体也是不好，因为。我花了10年一直在做工，没有照顾自己嘛，所以就现在35岁，很多问题。我这样听他讲啦，我觉得他觉得他自己失败 ，of course 有各种原因， yeah， 很多因素，可是听起来很像是他觉得他少了陪伴，他少了可以真心沟通的人。跟我去喝茶啦，我们这种年龄每次在家喝茶。那你跟我去 CC，、我可以带你去 CC，、我们去学一些东西、回家跟黄金年华、没有，他是家的家的。这个 in other way 可以讲是自找的，因为 because of so many things that happened to me， right， 我对人就没有被信心。你觉不觉得这个是因为你自己给自己设一个保护膜？哇，对，我觉得是。你听得懂吗？我已经 erect 一个 wall 出来了。对，就是我不想人家。进入我的，你怕有人敲了这片墙，进了你的心房，然后又把它伤害。对，因为发生很多次，我对他们好，因为我觉得我对你好，你理所当然会对我好。但是 it often don't happen that way。比如说我有一个朋友认识他7-8年了 ，OK， 他突然有事，我已经没有钱了啊，你们要懂啊，我拿15,000块。给他 okay,、来度过他的难关 OK 过后他再跟我拿钱的时候我跟他讲我真的没办法了他就马上 block 我 from Instagram、
remove me from WhatsApp all that. 哇、wow. 直接很现实，是八年的朋友，就是过了这个 NOC 的东西，我95%的朋友全部都没有跟我讲话了，就剩下来的都是在这里了、真的真的真的，他这样现实的、很现实很现实、真的很多人没有跟我讲话。我觉得我的名誉 is 名誉扫地啊，也不会扫地啦，会啊， it's not as good. I think it's better. No lah, I don't think it's as good. 被影响会有啊，一定会有影响。我觉得以前你在 NOC 的时候 right, 没有人管你。My honest, as a fan of NOC, well, I go watch many of NOC 的 video, 对吗？我没有看到你哦，你在就 OK 了，老板来出来在后面哭一下，好，这边出一点 show face 啊，对吗？要be a butt 这样啊。可是没有人管你，因为你没有 line, 你没有 nothing。OK, 明白。可是现在 like 我看得到 this is Ryan 哦，比较认识得到他啊。以前我是觉得 OK 了 ，Ryan 是 editor 来的，Sylvia does the business, so NOC 做大，我觉得。Honestly, 我觉得 Silver 做大 and with your talents and the whole team 啦，做大。But 我觉得 you are a very good editor, a very good director. Wow. But behind the scenes 的，yeah. 可是现在我觉得你比较红。现在 I see your face. 啊，以前你在后面哭有啊 fucking sticker, 你懂吗？以前。对啦 ，But yeah 咯，重点就是 like especially 过了那个 saga, 我尤其是同行的朋友全部 gone。Vanish without a trace. 我可以给你们看我 text 全部都是 blue tick blue tick, 全部没有 reply. 其实我们是 after saga, 因为我们没有 blue tick. 对啊，我们还会 reply。我们是 after saga 嘛？不、uh, ，我是认识他 before、before like NOC 刚刚开始的时候我就认识他的。Real friend 啊，没有我 blue tick 一拿到我就 block 你啊。没有啊，你讲那个 blue tick 啦。他会 they like 他会 check in on 我 ，when the saga happen 他有 check in on 我。So yeah, but there's a lot of people that didn't.啊、马上跑掉，真的。他有放啊，他有 post IGS 啊，我记得哎、我讲这个笑的还 mute 你耶，哈哈哈哈哈。我去他家的时候，我去他家的时候还没有那个谁噶、有出了，我记得有。没有，我出了我才 post that 我 support 他。啊对。啊。啊对对对对。才 post 对啊。他来我去的时候还没有那个谁。他是真心的朋友。啊，那 after that happened 了，我用一样的照片我 post 我 support。哦。嗯。哎，你要找朋友，你要。对 Steady friend, OK 没有吧？我 OK， 看我们聊这些啊。我要了解的是哦，你觉得你失败啊？最大，因为你有聊到你健康、你的身边的人、你的事业，我觉得什么都搞不好哦。所以得说，我觉得你的事业 OK 啦 ，at least no disrespect to 那个 team。你可能是在这个 company 打工的人，但实际上你是在这个 company 的老板。OK， 你不可以说你 no， 你看，对我觉得我事业 OK， it's not making millions， OK， 但是。我私底下我有我的 loss， 对对对，明白。我赚的钱，我自己是永远补不了那个洞啊。对，那个是无底洞来的，一直来一直来。以后长大做律师哦，要赚很多钱。真的无底洞来的啊！所以我就觉得 nothing is going well for 我咯。Then 是什么动力让你继续在？老实讲啊，赌你们可能。还是赌观众可能有一点虚伪，但是我觉得大多数的员工在这里是从 NOC 来的，在 NOC 他们 suffer 到很多，所以 I feel like 我亏欠他们，所以我这里要搞好都 repay all their 还那个人情了 all their years that they stick with me there， 因为有几次啊、尤其是我的 head of production 那边，那个 Brian 啦 ，OK 啊、在 NOC 的时候他想支持过，他想走了。但是啊、我跟他讲，如果他走，我真的完蛋，因为我太多东西要做了。Then 他就为了我，他留下来，他坚持到我们今天这里了。所以我觉得我是为他们打工，我是为了他们要把这个生意搞好了。他们也是你的朋友啊 ？No 啊、right. 我会讲 ，Yeah， very close 啦、，But there's 很多东西我也不会去讲出来，我心里担心的东西还是什么，有。因为我觉得每个人都有自己问题，为什么我要把我问题放在你的 like, 我不要 burden 你了。So that's my story. Yeah. 其实我跟他也是差不多。来，我们听听。我不觉得 I'm a failure. I think that's a bit far. 可是我觉得在外表上 I look successful. 可是我 like him. 我觉得。很多东西 is going wrong。你的身体也是差不多。我的身体 OK， 我是。It's more， 我觉得 lonely。
嗯，寂寞啦，寂寞、我是觉得很寂寞。不是每个人这样寂寞啦，真的无敌是寂寞了。哦，宝宝，我们寂寞 plus 没有无敌耶。那个寂寞，如果你 whole life 都是没有什么朋友的人，你可能不会觉得寂寞。嗯、可是对 ，I had seasons 对。对 ，where 有三四五六个朋友，那几个朋友都是每个 New Year 每个 Christmas 都会一起的。嗯 ，like what you say, you start to have expectations。对对对对。Which is our fault. It's our fault. 我们自己的错 to have expectations. So you start drawing a circle to protect yourself,、嗯、and you just tell yourself that New Year with your girlfriend with your wife, okay 啊、嗯、，it's okay. But deep down you feel very lonely. Deep down, 我啦，我在想。Is my wife okay? Yeah. 我的 wife 会不会 miss 以前我很多朋友的时候，我会 invite 她、哦、then bring her to parties 哦。But 现在有 party 我都不要去。对。I almost want to be alone.、嗯、but alone 的时候 ，I feel very alone.、嗯、你明白吗？你是那个问题、啊。没有。啊，我了解，我了解。I'm very grateful for the friends that host me. 、yeah. I'm not so fortunate lah. I wasn't、嗯、this Chinese New Year and Christmas. Nobody invite me for anything at all. That's right.Nothing at all, 真的。It's 没有，你有空吗？你在做什么？没有这样，啊，都没有了。其实我也是觉得他们不敢问啊，因为他们的印象，他们觉得你一定有，老板一定有 engagement， 有不可能叫你来我家，我家这样小，他的家这样美啊，很多人都是这样讲。Like, I think politely 他们会这样讲，但是 the truth is further very far。对 ，like even if 你是李显龙的朋友，也是不会问李显龙要不要来我家。不可能初一他来你家的嘛，对不对？初二都没有到你了，对吗？哦哟，要不我 OK， 说、so、你的观点是你觉得你不算是一个失败者了。我觉得 on the outside， 因为别人 feel that 我比较 successful， and on the inside 我在 show I'm trying to match 他们的 expectation，、嗯、你明白吗 ？Like 我觉得我很知足。现在我觉得、嗯、可是我不可以知足、嗯嗯、因为如果你是一个 company 的老板你不可以知足、嗯、因为现在在赚五千块的人要赚六千、嗯、六千块的人要赚八千八千块的人要赚一万、嗯嗯、所以你不可以轻松啊你不可以放松一定要 grow、嗯、grow 到那个 company make 3 million 5 million 10 million、嗯、这些人才可以赚二十千那些跟你的人跟十年后可以赚十五千so especially 那个我的公司我 managed to exit， 对吗 ？exit， 我也是没有 fully exit 啦，嗯，70-80%卖掉，嗯 ，so I'm still there， and so 别人觉得哦，我是那种不用做工的人，嗯 ，but it's not true。哇，听得出我们其实一点都不会 fail 哎、欸，我觉得我很 successful。我听完他们喽，哎、欸，我觉得我们哎成功了嘞。Okay, 那你呢？你觉得你人生失败吗？哦，不会失败 ，confirm 不会失败，因为我在这种年龄还可以拍电影，我一定很。你 sorry， 你很老实吗？你可以跟我讲。啥的、啊？我真的不知道。我比他大。你比 Ryan 大？ Yeah, 我比 Ryan 大。对。可是我不知道 Ryan 几岁。我35。35。哎、欸，你不要讲了，你认真做节目吗？哎、欸。okay, so anyways， 我有朋友嘞，我朋友。你在跟他们好练呐、啊？你在算我是在好练呐、啊？现在。我的家庭也快乐，所以我没有赚很多钱。OK， 有可能 business career wise 就没有这么的成功。嗯。In terms of 我们 expansion 也没有很大 ，OK， 我们还没有很大，连钱也没有特别多。今年就大了哦，今年我也是有点听说一点东西啊。是吗？哦，为什么我没有？他跟我讲的。我拍电影吗？拍电影而已咩？拍电影是一个亏钱的东西。你拍过电影吗？我没有，我没事啊，可以请你们来玩一下。所以 ，anyways， 我也没有大车大房，不，我觉得其他的只要其他的健康、快乐、有朋友就 OK 了。嗯。我什么没有？你们很可怜的。我说什么？健康没有，朋友没有，钱也没有，事业没有啊？什么？今天你来我家，来我们拍照，但你要帮我带一下哦。我 follow 在掉了。我的 因为 OK， 你看啊，我的 follow 真的在掉啊，因为哦，我没有朋友，我没有 activities，、oh. 我什么都没得拍，我一直在教我怎么拍，拍什么？嗯，你拍你的 T-shirt 啦。真的。就会有洞了、不是一两个洞哎、欸，你可以说一下那个 picture 吗？ Recently is in the vlog， 他的 T-shirt 很像底裤的，男孩子的底裤，真的，好像一个 giant 的底裤。那你们会想要很多朋友一直 gather party 哎？想要我又有一个 support system 吗、啊？我连一个 support system 都没有，我没有，
我说了，我不可以诉苦 to anybody at all. And you see, I cannot 诉苦 to my staff. Because,let's say if it's about a business,我怎么诉苦给他们，我也不可以嘛。Or if I look shaky, or 我好像不正常，你没有给他们信心。They have no confidence in me. So I cannot be so open also. 对。Then I 他们在这边听，我知道啦，很怕的嘛。每个人都担心啊，为什么？没有，所以我讲我也是，所以你们不要怕。So我也是人嘛，我也是会伤心，我也是会难过，但我要 repress 很多，我会压抑自己，被压抑，对哦，对，哇，我哎，我要怀疑不是压抑 ，repress 啊，啊 ，repress， 所以你连人就是钱不是重点，都要我听，我听完上课，我没有人讲到钱的，真的真的，因为我觉得没有，我跟你讲，钱很重要，当然 ，before 你赚钱，你开始赚钱了，等你 realize。其他的拿来做什么、啊？所以这两位都很喉舌。不是说很有钱，不真的。真的OK， 我承认啊，以前 NOC 的时候喉舌 ，OK， 我喉舌啊 ，OK， but 我当时啦 ，OK， 我越有钱越难过，真的，就越寂寞，越多东西啊、要做，连又很怕失去东西，所以越有钱我就越难过。那、你看一眼 bank account 看到2 million， 我很惨的。我反正 OK， 我现在的问题是啊。我没有那个 relationship problem， 我没有这样多钱啊，但是我觉得也比较开心 in the sense that 因为我没有这样多钱，我就不怕失去很多东西，因为我没有东西啊。可是 life 是讲的啊，对对。One day 你的 career 会比较好，你会觉得你的 relationship 不好，可能咯，就有上有下咯。有上有下，也是因为我们屁股痒吹呆机的，真的。这个我 agree， 这个我 agree。你这边好啊，你想。这边 can be better， 这样屁股痒，屁股痒啊，真的屁股痒。我觉得你们他们两个很惨，这样很惨哦。哎呀，这个不是那个中国选秀节目哎，因为我一直不要讲到，好像我的朋友觉得我不觉得，我不把他们当成朋友，是有 but is 比较 lonely 的感觉 ，it's a feeling。我如果 I want to be surrounded by 朋友 ，there is。Opportunities 啦，一定可以啦。可是 there's a feeling that 以前我在 start 这个 business， 我们在搞我的 salary 3000块，我 designer salary 3700的时候，那个 life 我记得我很开心，我没有钱。I was in credit card debt 也是以前，我每个月拿薪水好600块啊，扣 CPF 好600块是还那个 credit card， 因为 structure debt 了还是600块。说、真的是没有钱了 ，then 要结婚要买家嘛，那时候 ，then 结婚买家是 same day 的，说很错，错，说我没有钱，可是我记得那时候 ，right，if you ask me am I successful， 我觉得 I'm the luckiest man in the world， 因为 it feels good， I feel happy， 对咯 ，even 现在我觉得我很幸运，我觉得我有身边有的东西哈、都是 by chance 的，没有啦，这样容易他不懂名的、我不懂干嘛跟你讲，没有真的。If 我现在我的公司倒 right， 我 I'm not sure if I can rebuild the same thing。I don't know how I did it。So right time, right place, everything. A lot of alignment、。对对对。天时地利人和。对对对，就是 a lot of alignment at that time。So now without alignment, just with experience and skill, I don't think I can。但我说。反而是用 experience 来开多一个咯 ，like from NOC to Venom King， which is a separate thing to to this overview。还有 disclaimer， 所以我就要一直。Is this still a separate thing? Depends on the lawsuit. I don't know. Depends what. 如果赢啊，赢是 separate thing。哎，大家都 have the answer. I don't know. I confused also. Yeah, but yeah 咯，就是我就是以 experience 来start all over again 咯。Everything has never been right for me.我没有 alignment， 我没有什么天时地利人和，我都没有这种东西。It's normally， 可是你很多贵人，很多贵人 ，Yeah。That's one alignment、。我现在听完你们，我觉得我的人生不会失败的。刚才你觉得失败是吧？刚才你觉得？刚才我觉得我还好有可能一点点失败这样。我听完你们，我觉得你们才是那些失败的。你讲一点点失败是哪里？本来OK， 因为好。我都没有讲我失败，你他妈的！他觉得你失败了，惨样你们没有朋友这样你们有问题啊！惨样我是没有朋友 ，OK 啦 ，OK 没有，我要因为我有自己给自己设定目标，then 到现在的都有 achieve 啦，我都有达到啦，可是我要讲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很久很久以前呢，我看过一本书，
OK， 那一本书哦，它是教你去找啊你人生最重要的东西。嗯，那个是我对人生失败或成功的定义。嗯、OK， 你们听好了呀、啊，当你现在啊，你什么都没有了 ，OK， 你没有朋友，你们已经在这边了 ，OK， 没有，哎，我不要这样，OK， 等一下我的朋友读了，对没有 OK， 你把自己放在这个情况啊，你看了、啊，你想清楚啊，你没有朋友，你没有钱，你没有家人，你什么都没有了 ，OK， 你现在已经什么都没有了啊，嗯，什么东西是你不可以失去的？什么都没有啊？对。这个是一个很深奥的问题，你看我就是有文化的人，我不懂，不是很深奥，我觉得 OK 而已，因为你没有到那个层次。啊，我想了一个礼拜多嘞，一个礼拜多，真的，因为我要想我什么都没有了吗？我还有什么东西？我想了很久，一个东西啊，我不可以没有啊，如果我什么都没有了的话，是我不可以人家约束我的时间，我要自由，我不可以失去我的自由，所以你就是不可以去打工啊。你就是不要打工了，不要为人做工了。你可以做 Grab for example， 不可以，他会叫我登来，我就会。啊，你可以登来三次啊！啊，说我问完那个我这个问题啊，我问完这个问题我自己啊，所以我懂 OK， 我不可以失去的是我的自由，所以我才选择去创业。嗯啊，说我在自由这方面啊，我觉得我没有成功，因为我现在很忙，我在为了金钱而忙。就是、可是忙了有钱嘛？忙了钱有进来吗？算是有啦，算是有啦，有啦，看你的车就懂了，啊、是啦，欸、很多是你要铺路啊，铺路啊，因为有时候我们屁股痒，去开多一间公司去做，好难铺啊啊，没有，我们做了就要做好来嘛，所以你看啊，我做企业，我们自己去开生意，就是我们有自己的时间，嗯啊，反正做了越来越忙，所以我在那一点，我觉得我失败，可是我剩了我的人生。我有孩子了，我家庭美满，爸爸妈妈还在，没有 gallbladder 而已、啊。我只是没有 gallbladder 而已啊，把我看得很开 ，gallbladder 没有、okay 啊，没有什么不怎么重要的，重要的不知道吃东西容易捞晒而已嘛，对不对？啊，不，那你的钱有一点，对不对？钱有一点而已啊，一两百万而已啦，不多。钱有一点啊，所以我的人生，我觉得我没有什么好要求了。啊，所以我觉得我不会算失败了。哇、wow、哦！啊，所以我听完你们，我真哎。你们哎，这个为你开心，为你开心，真的，真的，真的。我说这个头皮很沉重，很沉重，很沉重，很沉重。然后你呢？我都讲了，讲完了，你要听了是吗？我回。说完，我们哦聊聊我们自己觉得自己是不是个失败者啦、哦、人生当中啊，就讲我们身边的朋友啦。嗯、OK， 你一定啊。哦，虽然你嘴巴讲没有，但、你心里你自己觉得这个人是一个失败的。一定有的，你们不要骗我讲没有了。我反而我不是、啊、你觉得每个人我成功，因为啊、我觉得很多人的定义、成功的定义就是钱，但是我、even like some of 我的 staff、我 think that the definition of success 是钱、但是我每次看到他们，我反而羡慕、我羡慕，因为他们七点放工不用去想工作，他们有朋友，他们有很多 activity， 没有 birthday party 什么都有，出国有朋友跟他们出国之后，我就是很 confined， 我的整个生命就是为这个 company 转动了嘛。I revolve around this whole company。这个 company 需要我做什么，我就第一个出现 for 这个 company。那你会羡慕？我会羡慕，因为他们 they can have a life， 我不可以。我的 life 就是我的 work， 我的 life 不是 work 就是律师，就是我的整个生命就是这样。For OK 啊，就是。For this 两年啊，这两年就是这样，不是在公司，就是在律师行、我觉得在我认识朋友全部当中，朋友还是associate 还是什么，我是最失败。老实讲，那真的啊，假的。No， 你懂 ？OK， 那你看啊，我在欠钱呢，我很多东西还没有还完。I'm not doing that well in personal 啦 ，company doing well， 但是我不要拿 company 的钱吗？因为我要 company healthy 嘛，我要 company 有钱 to go on 嘛，所以我不动 company 的钱，所以我自己 when I see everything in my life is just what is going well， 老实讲 ，nothing much。哎、你真的如果有一天不可以了，你跟我讲了，我陪你，没有没有，我陪你去吃鸡饭。我真的很难熬啊，这两年很难熬咯。可是。你需要知道，你不是一个没有朋友的人啊！定你要学怎样打开呀、打开心房。没有这种东西不可以学的。讲真的，我觉得 in my experience right， 你需要那一个朋友哦 ，they will 一直冲你的 wall until it break。很难的，因为你自己打开哦 ，and
看谁要进来哈、哦、，the quality of people that 进来哈、哦，乱七八糟哦。你要一个 really wants to be there for you 的朋友。嗯嗯。No matter 你 build 那个 wall 他打碎，你 build 那个 wall 打碎、嗯，也是有 time limit 的。嗯。他可能 will do it for you six months 你真的 never let down your wall 他就算了。嗯。可是那 six months 你要抓到。嗯。哇，这个很 deep 很 deep 很 deep。所以啊、，to answer your question， 我反而觉得 everybody around me 其实是蛮成功的。哇。啊、even to my staff， 我羡慕哎，我反而会羡慕咯。哇，他有 Christmas party， 他们吃好料。哇，他们的老板很好、啊。还是哦 ，even when my 啊、我的员工对啊 ，they go out among themselves。嗯，我 I feel very left out sometimes， but I also cannot say、okay 啦。这个是这样的，我别讲了，我讲东西，我也明白，我也明白。可是我也是走过这条路，我知道，我知道，很难很难 mix 的，很难 mix, 不可以 mix 的，不工作是工作，对，很难 mix 的。你在觉得我用自己的钱请你吃饭，他们在觉得老板呢、啊、公司的钱请我吃饭，所以这个钱是我帮他赚来的啊。哦，对对对对 ，even 是你自己的钱，是因为这个 company 给你的薪水比我。给我高吗？嗯，说、这个是我帮你赚来的，他分一点点回我的、给我吃饭、，and there's nothing wrong with that。所以他的我的 answer， 他的视野当中，他就是那个最失败的了。他是那个 ultimate 的。你们呢？你们身边有没有那种你真的自己在头脑还是在心里定位成失败的？你讲那个我的那个照片就出来在我的。哇，有照片，有人。为什么？是因为他没有一个 direction，、他完全不知道他在做什么。可是他开心吗？他就觉得，哎呀，这个我也没有问过他，我觉得他不开心呢。他看起来开心吗？他不要看起来不开心。他看起来不开心的。有时候你问他做什么，他不懂他做什么，他就一直每天在忙。然后女孩子叫他出去，哎，你可以载我回家吗？哦、oh, ，sorry， 没有讲你，没有讲你。哦、oh, 不，那个你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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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输。我男孩子也有在，女孩子也有在。哦、oh, ，那个不一样，那个不一样，那个不一样啊。只有女孩子才有在。嗯、不管那个女孩子，哦，她就讲哦，我做工作 1 a.m.， 嗯、啊，等一下我绕过来，我再载你回家。哦。你觉得他成功吗？我觉得同样的一个人啊，我的定义，我觉得他没有成功。我不觉得他失败。他33、32，聊聊吧。他有自己的一间公司 ，which 他就是那个 magician 唯一一个 employee。不是，可是我不觉得他失败嘞，因为他还有自己的一个事业啊 ，like 做 magic 啦。嗯，还是他也是他自己的公司啊。做什么是失败嘞？我的朋友圈中有可能有一两个我定位成失败的啊。OK， 第一点有 similar。是他们的人生没有方向，嗯 ，OK， 就是过一天是一天，对他不懂他要什么，他们就是活一天过一天，人生没有方向，然后对自己没有责任，我觉得，他对自己、对身边的事物、对什么都好都没有责任。Okay, 我的那位朋友真的是，他叫我帮他介绍工，我都不敢介绍的啊，你不要， okay, 就是你要介绍， okay. 你不要看你朋友的公司，啊，你不会敢介绍，就是他的人生是一塌糊涂。但他就是一直在吃药，啊，吃什么？谁咯？谁咯？但你自己跟他讲，哎、欸，你可以这样多久？你可以好好振作起来嘛。这种是啊，大家就讲他会变，人又不会变，真的很失败。啊、他是从以前呢、啊，就是每天爱玩，到现在嘞，整差不多20年了嘞，就没有长大到了啊，就是还是这样咯、所以我的定义是，他对身边跟对自己。对父母没有一个交代，没有一个责任哦。那个赌我是失败，不是金钱、你可以今天没有钱，可是你那个斗志在，你想穷，你想学，我觉得那个你不算失败。你在那个过渡期啊、可是如果你自己已经算了，我每天就讲哎，那个我give up了、哦，我看了我不可以了，没论了啊，我没论，我不可以，我不可以。我是觉得要看你 aim for 什么，因为我有很多朋友哦，他们也是打工，工钱。2-3千都可以，连他们开心哦，他们不需要这个，不需要那个，他们就真的很开心，简简单单啊，大部分孩子回家哦，别对巴说，连就想回去，连我看他们讲，知足了，很单单啊，很知足，你不要一直看人家来，哇，我也要啊，我觉得你不失败，it doesn't matter 你赚多少钱，你多可怜 ，doesn't matter， 只要你开心，要开心啦，可是有些就觉得自己很厉害。我要做这个，我要做那个，我30岁就会赚100万、200万。人一直讲话哦，可是做事不可以做事、那种人我就看不起。哦，一直讲话没有做的。啊，我懂，你在讲什么？ Okay. 我懂你在讲什么。可是如果你没有讲，你讲我 OK， 我要我的 life 就是这样，我不要想太多，我不要跟你一样，整天烦恼这个烦恼那个，连整天 stress
回家为什么要 stress， 我不要 stress、嗯、他选择这条路，他走这条路、嗯嗯、他 everyday 就想怎么弄我老板开心而已嘛、嗯、对吗？ 他只是要想怎么让老婆女朋友开心、嗯、那两个开心了就 OK 了、嗯、这些人我觉得不失败、嗯、You know what you want、嗯、我 I don't know what I want、嗯、But I just know 我一定要越做越大、嗯、Why？ 我以老板的心态来讲、哦嗯、我不只要自己好，我要我全部跟随我的人都好、嗯、啊，一样啊，所以这个压力哦会一直推动我们，鼓励我们 to go break boundary， break boundary， 对，就变成一个很累的一个东西。对，过了十年，你看你累不累？对对对对对对，你一直要哦，他们跟随我，他们相信我的 vision 啊、哦，我不可以对不起他们，我要帮他们啊、达到他们的梦想。对 ，and 那个 pressure 不是他们给的，是我、嗯、是老板自己给的自己的啊。来一下、啊，老板 is always last to eat 啦。Everybody will get to it。前先出，我们的是最后再看、啊。我们的最后再看的。嗯啊，说、so, ，把这把你看啊，媒体把老板的形象哦，画成一个 like very bad 那个 evil boss 啦，那个 boss 啊，乱乱非礼女孩子啦，还是啊吃钱啦、嗯，还是这种东西。可是是好事啊。It's always like that, okay? That's a good thing. Yeah, but、so、most bosses I know is actually not like that, you know. So good 咯。Yeah, the bar is low 吗 ？Yeah, because the most bosses I know 都是很 sacrificial 的。嗯、老实讲，都是蛮 sacrificial 的。我觉得啊，我做生意啊，我 generally 啊，我太大方。太大方，但是我们没有跟我讲。我太大方，因为我很睁只眼，很想照顾我身边的人。对啊，但有时候太大方是一个问题啦，真的是一个问题，真的是一个是一个问题。For granted. Not just for 你自己 ，is a 问题 ，not also for 你的员工。嗯，因为。你每次帮全部人着想 ，and 我们都是走这一条路过的啊，累。你 start 的时候，你觉得如果我赚一百千，我们四个人分一人25000，嗯，对吗？你一直这样子想，那个在你三个员工、四个员工，不可能三四个都一样厉害的，一定有一两个比较好，对 对，一两个比较不好，嗯 ，even 那个不好的也是会越来越好，嗯，那个很好的会越来越好，嗯，对吗？你一直这样分。这个人会讲 我不要分 fair 的、嗯、我需要多一点因为我做多嘛。嗯嗯。但、嗯嗯、你就 OK, 你的 first plan 啊 ,as 一个老板我们扣住一条的路我拿我的 share 给你。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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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一直这样扣咯、啊。你扣到 one day 哦这个人会因为他的 salary 是18000了嘛对吗 ?12000 啊 ,12000 啊比较 realistic。12000 他就不筹钱了嘛、嗯、对吗等他做大 as 你的右手了嘛、啊、对吗他们就知道、啊、你是马一朵的右手你是 Ryan 的右手了、啊、对吗、啊、他们出去找工很容易的他们要 start 一个 new company、哦、就是、哦、别人会投资的、嗯、因为 他跟马一朵20年了他们明白他知道怎么 start、嗯、对吗所以、so, 他会 just 跟你讲、欸、I think 我要自己 try 谢谢你照顾我10年了我自己 try嗯、没有错讲真的他当然可以自己 try 是打工的吗 yeah, 对对对没有错然后他就去 try 咯然后你就想我那前五年十年我赚一百万我把800000分掉我十年赚200000、嗯、然后你在想为什么你是最穷的可是全部人觉得你是老板 对, 对哇哇 I believe this is 讲到痛处 I'm not saying I'm there I'm not there 可是我们走这一条路的 and I read enough books跟很多 mentor 谈 ，and then you see at some point business is business. You if 你不可以画那一条线，你在自己吃亏，你去打工。如果你不可以画那条线，嗯、你去打工，然后自己打工了。嗯，真的真的，我有想过嘞。我也在学，我还在学。我真的有想过来过了那个沙高，我真的很想出去打工。嗯，只是我的学历不高了。其实你看你的 experience， 出去打工赚7000-8000，简单。我请啊，做 editor 啊，好不好？2500可以吗？OK 啦。我请我2600，2600。哎，我 editor 多点带哈。好，谢谢你们听我们分享我们的观点啦哈。可是我要先声明啊，我们四位都是自己出来做生意的啦哈。嗯。都我们有可能会漏掉哎、欸、你们的观点，这个你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了哈。还有我们都是很幸运的人，我们知道不要独揽啊，不要独揽。啊，对对对对，我们做的事有可能跟大家不一样。啊，如果你觉得什么是失败，在你的定义，你可以 comment 让我们知道，嗯，对，我们可以有更多的观点，我们可以了解，我们可以做更好的影片给大家嘛，对不对？对对对。好，所以谢谢大家收看这一集的，你 OK 吗？记得啊，你要 like、share 还有开小铃铛 ，OK？ See you， 拜拜。